吃饺 in Johan Teochew Porridge 做已经要60年了 我们是叫林秋亨，潮州粥。以前的 history 是卖海南里 curry rice。那原先很早期是两间，我们都把它改成都卖潮州粥，就两个档口都卖潮州粥。只是最近这几年，我们才有一个档口卖潮州粥，一个 shop 给人家做着。早期的时候，很多店面没有卖24小时的，这间是唯一它开到天亮的。 我以前是 night clubbing guest is more than family guest. 现在我 family guest 会比较多，我的 lunch 跟 dinner club 会比以前来的多，but 我的 night club 呢，就是那些 clubbing 的呢就会比较少。现在这个区是老人区，以前这个区还有年轻人。 现在这边的 HDB 全部是老人去的，我老顾客还有在，很多老顾客都还在。那些老顾客 regulars 一次就吃我这样多年了，所以他们已经 used to it 了，他们懂啊，他们懂我时间几时关啊，所以他们要吃就一定会来吃啦，多数啦。有些从他以前，有些是以前阿公带他来这边，现在都是爸爸了。 我觉得有是有，可是很多因为请不到人关掉了，很多人请不到人关掉了，因为人力问题，我也是面对人力问题啊。而且像这些老店很多做了都已经是很老了嘞，六七十岁了嘞，哪里还有本事做？都没有有那有心要做都没有力要做了。这边还好，因为我的妈妈也是60多岁了啊。 如果没个年轻人做，早就关门了咯。真的，老了要请不到人很难做，应该多数一直做啦，做到看谁要接手就给谁接手咯，不要接手就给人，如果不要就卖掉了咯，还能做什么？没有讲能开到多久啦，还有人潮就一直开下去咯。